大家好，我是龙道。今天我们来发一个之前找的阳宅，一个房屋的宅基地啊，大家看一下四周的一个环境。我们先从这个后面开始看啊，然后这边转过来就是青龙。青龙的话环抱还是比较紧密的，能够达到藏风聚气啊。青龙这边的话有个山泉水，我们的计划呢就是把青龙得水本来是比较好的，然后引到下面呢来做一个水池，就把这个气场引到房屋的前面。而这个地形呢就在下面这一块相对比较平的这块地上啊，作为一个宅基地。这边的话也可以看出白虎的话也是很有情的，前面的话也很空旷。我们经常说坟对尖山，屋对脊，房子的前面的话尽量就要空旷一些。这个视频呢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的朋友帮忙关注订阅，再见。